晒，坐了4个小时的车，3个半小时，4个小时哦，到了拍摄现场。哇哦！现在化妆结束，然后去换衣服，然后今天的眼妆化的比较浓，换衣服去了，换妆完毕。现在凌晨2:07，第二套衣服。哎，天气比我想象的冷。哎呦，现在继续。最后一个镜头了 ，Let's go。